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斯巴鲁 V6 水平对置发动机 3.0 的正时并排对法。首先是驱逐这个圆点对着这个发亮的铁片，然后是到这个过带轮，这个过带轮是没有点的，不用对的。然后到右边的进气，这个黑色的铁片对着这个圆点，然后到排气，排气也是一样的，这个黑色的铁片对着这个圆点，然后到水泵，水泵是没有记号的，不用对的。然后到这个过带，它是带动两根链条，每根链条上都有一个黑色的铁片，里面的链条也有，外面的链条也有，两个铁片对齐就可以了。然后是左边的进气，这个发亮的铁片对着这个圆色点，然后到排气，排气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发亮的铁片对着这个点就可以了。然后又回到这个过带，这个两个链条黑色的铁片对在一起就可以了。